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大家翻开修法言《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》第十六页，第十六页倒数第五行，十六页倒数第五行，从三者这里看起。 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，对一对地方。三则性起凡心，法而止，为一体起用，名为性起；起应万差，故曰繁星。古今常然，名为法尔。这段。 教我们呐、啊，要放下分别，放下书法，放下生命。兴起繁星华而止。这是讲外面森罗万象啊，这整个世界啊，森罗万象。兴起就是说这些。 生罗万象啊，是从自信升起的啊，都是自己的自信升起的啊，所以称为啊性起啊，万法是自信啊升起的现象啊，凡心啊，这个“凡”这个字啊是多的意思，心是显现出来，无量无边了，太多了。 啊，繁星啊，很多啊，那么都显现出来，显现出这个森罗万象啊，整个宇宙啊，山河大地等等啊，法尔就是自自然然啊，自自然然呐，升起啊，这个叫法尔啊，所谓啊，法尔自然，法尔就本来它。 就是这样，你知道是自信的升起的现象，自然在境界里面就不会起心动念啊。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些森罗万象这些现象啊，这个一般我们佛学名词叫法相。那么法相是从法性。 所现出来的啊，它没有字体，它是从这个性啊，性是相的体啊，从这个性体啊显现出来这些现象啊。那么，如果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自信所升起的现象。 啊，就好像晚上我们做梦啊，啊，梦中的人事物啊，有自己，有别人，啊，有山河大地，有整个世界啊。那么梦一醒过来啊，想一想，梦从哪里来？啊，梦境无非是自心所生所现的嘛。 离开这个心啊，那也没有梦了啊。所以这个梦境啊的一切，都是自己的心所现出来的。啊，那么我们用梦境来形容啊，啊，去体会啊，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整个世界，生罗万象啊，这一切万事万物。 啊，人事物这一切，通通是自信所现的现象，啊，自信升起的现象，啊，从我们自己自信升起生出来的，所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自然在境界里面就不会起心动念了。 啊，那么我们在境界会起心动念，原因呢、啊，就是不知道啊，这一切境界啊，都是自性所限，啊，是唯心所限，唯事所变的，不知道，啊，那么不知道呢，就会起心动念，啊，想去占有，想去得到。 啊，患得患失啊，啊，去追逐啊，追逐这些成就、啊，不知道啊，这一切都是自自信现出来的。那么，自信在哪里呢？自信不可得啊，自信不可得。那么，从自信升起的这一切现象，哪有可得呢？啊，当然也。 是不可得啊！啊，一切法本来就不可得，你得不到了。啊，这一切法呢，啊是幻象，啊是一个幻象，啊，所有一切现象存在的时间呢、啊、是非常短暂的。弥勒菩萨说，一秒钟有一千六百兆的起灭。 啊，一千六百兆，你怎么能说它是真的？啊，知道这个现象，所有一切妄念就没有了，自然就止了。啊，你看一秒钟一千六百兆次的生命，啊，那你你没办法说是真的了。 啊，这刹那在生灭了啊，几乎啊是生灭同时啊，说生马上就灭了啊，下面又生了啊，相似相续相啊，它不是真的，是啊，相似相续相这样连接起来啊，我们看好像是真的，其实不是真的，它那个相啊。 啊，相视相续，速度很快，那产生一个幻象出来。啊，知道这个现象，所有一切妄念就没有了，自然就止了。啊，我们妄念为什么这么多呢？不知道这个真相啊。一体起用，名为性起。那么依照这个本体呀、啊，起作用。 这个名称呢、啊，就称为啊性体啊，体啊就是讲本体。在佛经里面讲法身呢、啊，法身是宇宙的本体啊，所以自性就是法身，法身就是自性，自性是本体，宇宙万有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 是自己心先识别的，好像自己做梦一样啊！啊，梦境有很多人，有自己，有别人，有山河大地啊，人事物什么都有。梦醒过来啊，梦从哪里来、啊？从、啊、自己的心生出来的啊！啊，离开自己的心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整个梦境就是自己一个心。 啊，所以，我们看到现前这个宇宙万有是自行变的，那众生迷了、啊，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我们就是众生啊，我们迷了、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！啊，那不晓得事实真相啊，无论在人，在事，在物，它就会产生严重的分别执着。啊，有喜欢的，有讨厌的。 这个错了，啊？为什么不知道是一体？啊？不知道呢？这这一切都是自信自己的自信所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那么通通就是一个自己。啊，我们简单讲就是这样，看到这一切就是一个自己。啊，这个连道家的老子他也。 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他说：“天地与我同根呐、啊，万物与我一体啊，这些万物是一体的啊，啊我们跟万物是一，不是二啊！啊，所以用我们身体来比喻啊，我们身身体是一个整体。” 那身体呢？啊，有手有脚，手不错，脚也能走路，啊，它是一体。啊，那么既然一体呀，啊，你就不能说啊，我只有喜欢手，我最讨厌这个脚，那么这就分别执着了，希望的分别执着了。 喜欢手啊，就像我喜欢三二三道啊。我们现在不是六道轮回吗？啊，那对这个三善道啊，啊，这个善人呐、啊，我喜欢了、啊。那讨厌脚，脚就好比啊，讨厌三恶道啊。三恶道在下面呢。啊，那么殊不知啊，三恶道也是心现事变的。 也离不开我们这个心，以及心性事变的啊，所以善恶通通是我们的心性事变啊，是一不是二，就是一体了啊。芸芸众生，生罗万象，就是性起。 我们眼睛睁开，看到整个宇宙、太虚空、眼前的山河大地，从哪里来的？兴起，从我们自信升起来的。什么时候兴起？啊，是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升起这些现象呢？啊，实在讲啊，没有开始，就是当下。 啊，你现前当下没有过去未来啊，当下这一念出现的啊，只有当下啊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啊。那个时候好像电影幻灯片一样啊，打到荧幕上，同时它就现前了啊，没有前后了。 那么知道兴起呀，所以活菩萨呢，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，这些都这一切都是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。真正透彻明白事实真相，那么那个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那就很自然嘛，丝毫不不勉强啊。啊，我们为什么生不起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？ 啊，那么佛讲《华严经》给我们开示，啊，我们啊听善知识讲解，啊，我们才开始慢慢呐、啊、有一点体会了。他是华而如是啊，也就是说，你真正明白事实真相啊，啊，那个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那是没有条件的。 啊，它自自然然就是这样。啊，那么这个大家在一起啊，啊啊，这个也有共业别业。啊，那个举出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看到这座山呢，因为这座山我蛮欢喜的，看的蛮舒服。 那另外一个人呢？他看到那座山，他他有忧愁。那山还是一样那个山呢、啊？啊，但是呢，每个人呢、啊，他去看的，他的感受不一样。啊，不一样是别业啊，个别的业，个人有个人的业。啊，那么看外面呢是一样的，那是共业啊，都是一座山呐、啊。 那是公义啊！但是看了之后啊，个人感受不一样啊。那是别。业懂得兴起啊，才能放下分别执着啊。那么这个话就很重要了啊！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切啊啊！六道十法界、一真法界，都是兴起，从自信生起来的。 那么，真正懂得兴起，才能放下分别执着，就没有分别执着了啊！我们众生为什么有分别执着？你又不知道这是兴起，都是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啊，啊，自己去划分、画小圈圈，分别执着。 不知道啊，那是一体，不知道一体，在这个一体当中啊，啊，那个、每一个人呢、啊，去就去化，啊，把自己划定一个一个一个范围啊，来分别啊，然后加上执着，啊，那就很可怜了、啊。佛说看到众生啊，可怜民子啊，啊，本来呢、啊，没有界限啊，没有障碍啊。 啊，自己起的分别执着啊，把它设定了很多界限障碍啊，这个自己啊迷了啊，造成了、啊、这些业障啊，这些障碍啊，所以懂得兴起才能放下分别执着啊，晓得净虚空片瓦界是自己的兴起啊，我们的兴起啊，里面有很多别人。 那很多别人是我这个性生起来的。那别人的性起啊，那它里面也有我，我也是他性，他的自信生生出来的，那么这个就错综复杂了啊！就像我们讲堂讲堂的电灯啊，很多盏啊，啊，一盏灯好比是一个人，那么灯的光呢，它是互相交涉。 讲堂这么多灯啊，各个灯光是个人的啊，那每一盏灯都它是个别的啊，但是光发射出来，它就融在一起了啊。那么其中如果有一盏灯熄掉，那么这盏灯的光没有了，那别的灯光还存在。 啊，那么这个灯光它放光的时候，跟别人的光呢、啊、交融、交融在一起，那么这个就叫共业了。啊，那么那一盏灯熄掉啊，啊，这个这个屋子里面呐、啊、有很多盏灯啊，有一盏灯、两盏灯熄掉啊，那个那个是别业啊，它的个别的。 啊，那么在共业的时候呢，我的光里面有他的光，他的光有我的光，彼此交融啊，分不出啊，你分不出来。虽然分不出来啊，各受各的，真的不相干啊，个人受个人的啊。我们自己以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的现象，无论是生，无论是灭，都是一体。 都不理智性啊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不理智性。兴起啊，这个兴起啊，没有原因了啊,啊，这个这个没有原因的，一起一切起一时顿现啊，没有说哎呀什么时候开始啊啊、呃、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，然后啊宇宙才。 慢慢的生出来，生出这个现象，没有啊，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无始，没有开始啊，所以这个起，它没有原因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开始啊，一起就一切起了啊，它是一时顿现了啊，这个自性啊，我们把它比喻作。 大海啊，好比大海一样啊！这个大海大家都看过啊。我们起个念头，大海起个水泡啊。我们到海边去啊，看到这个海海面上哎、欸、有起水泡很多，那水泡从哪里来的？ 啊，水泡是依大海而升起的，是从大海生出来的一个水泡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比喻啊，啊兴起，啊那个水泡从大海生出来的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宇宙万有，是从我们自信自信生出来的。 啊！如果水泡明了啊，我跟大海是一体。大海起很多水泡，我跟其他水泡也是一体，这就不碍事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了。啊，为什么无碍呢？他知道是一体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一个水泡。 跟整个大海它是一体啊，跟其他的水泡也是一体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华严讲的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了。那华严讲到事事无碍啊，那般大圣经典呢、啊、讲到理事无碍啊，就理无碍、事无碍、理事无碍啊。那华严呢再加一个事事无碍，事跟事都无碍，那水泡跟水泡。 没有爱，因为它是一体、啊。虽然很多不同的水泡、啊，通通是从大海升起来的。那大海是一体嘛？啊，那你一个水泡也就代代表一个整体了嘛？啊，如果每一个人呐、啊、都认为我是独立的，我跟大海不相干。 我跟他的水泡也不相干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我们凡夫迷就迷在这个地方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啊，那么总认为啊,啊，我是我，别人是别人啊这、啊、不相干的，就好比这个水泡一样啊，啊。 每一个水泡呢，都认为自己独立的，跟大海不相干，跟其他的水泡也不相干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这个也是我们凡夫的错。实际上啊是一体。啊，那么迷了，不知道自己跟一切众生是一体。 那就会造作六道三途这些苦报啊！那么苦报怎么造作呢？啊，因为有我执啊，啊执着，这个我是我，他是他，不知道是一体啊，不知道他还是我现出来的，跟我是一体啊，总觉得我是我，他是他呢，不相干的啊。 那这个当中就会起分别执着了啊,啊，那么起分别执着就烦恼了，就制造啊六道生死轮回啊三途是三恶道啊这些苦报了。简单讲，也就是说，你不明了这个是一体，那就会升起这个自私自利啊，一切罪恶的根源就从自私自利升起来。 啊，为什么会有自私自利呢？啊，以为只有我嘛，啊，我是我，他是他嘛，啊，不知道我跟他都是一个共同体，啊，现在的话讲啊，生命共同体，啊，那知道生命共同体就互相帮助了，啊，别人得到也是自己得到。 啊，不知道是一体哦，那就分别执着了。那别人得的就不是我得的，我得的也不是别人得的啊啊，这个就分，就就出现对立啊，对立就出现竞争、斗争、战争了。这这个世界的问题就从这里来了啊，四道、六道、三途这些苦报，那实在讲啊，苦也都是假的。 这个在六道里面堕三恶道，就好像啊做噩梦了，受尽痛苦，受尽折磨啊！但是呢，那是一场梦，是噩梦啊！我们大家有做过噩梦的经验，恶做到噩梦啊，那醒过来很不舒服啊。那么三善道呢，是好梦。 啊，那都很舒服了。那么好梦、噩梦，通通是梦，梦就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乐报、苦报啊，在我们六道里面呢、啊，也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可是你的感受好像是真的。什么时候你再真正回过头来认清真相，那就看机缘了、啊。遇到圣贤教诲，这就是缘分了、啊。 啊，那么这个要有缘分、有因缘啊，那么才能遇到啊活菩萨圣贤的教诲，才有这个机会啊，这个缘分就现在发展的机会了。起应万差，故业繁星。啊。那么这一句讲啊，提示一个很单纯了啊,啊，这个升起啊，这些现象啊。 那么反映出来的千差万别啊，我们看到宇宙森、啊、罗万象啊，千差万别啊,啊。那么这么繁多、千差万别的现象，它的本体是一个很单纯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。 都是从这个本体它所现出来啊，但是这个本体呢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物质现象啊，所以你也抓不到，你也看不到，你也想象不到。在佛经上形容为大光明上，啊，这个宇宙的本体啊，就是一片光明。 起作用的时候啊，生罗万象现前，叫还心啊，就是太繁杂啊，但是太多了，心就是起来，起应万差，一念不觉而有无名，那是感啊，我们凡夫啊，是有个无名。 那为什么说无名呢？是我们一念不解，啊！这一念是什么时候不解？呢现在啊，你不要去想啊，我是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辈子、哪一生呢、啊？啊，开始不解的啊，讲真话了没有？就当下这一念啊，当下这一念没了，现前了、啊，当下这一念。 就一念不觉，就是当下了啊。那么一念不觉而有无名，就出现无名啊啊！自见荔枝是无名本啊，这个《楞严经》讲的、啊。那么这个不觉，那是感感应的感、啊。那么自信有应啊，自信啊，应就是现象。 啊，所以这个感应的道理就是这样。啊，我们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这个是感；自信有应，也有回应。啊，应就是升起这些现象。一念一念不觉，然后就升起现象。啊，这唯识唯识中讲的也很详细呀、啊，一念不觉。 就生三系啊，境界为人长六粗了啊，就这样发展出来。自信有应啊，应就现象，展现出宇宙，展现出万法，展现出自己这个生命体很复杂啊，没有法子，你能把它解释清楚啊？你能够把这个宇宙万有这些解释清楚，没有办法。 华严经就是佛为我们说出这个万差的繁星。啊，古今常难，名为法尔啊。古今是讲时间了、啊，它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无论在什么地区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它都是这样啊，它不改变。 啊，法尔就是说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没有一丝毫勉强，没有一丝毫造作。啊，经典上讲，法尔如是，法尔他本来就是这样啊,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的文：为真如之法，法尔随言，万法俱兴，法尔归性；故业兴起，凡心法尔止。 这十六个字啊，解释“性起凡心，华而止”。啊，为什么叫“性起凡心，华而止”？这十六个字啊，就是它的注解。啊，“真如之法”的意思啊，是深广无际啊，深广无际的，没有边际的。真如不是一物。 啊，不是说一样东西，一个什么东西，一个物品，一个物件，不是，它不是一物。真如不是一物啊，真如是自性、法性、真心啊，名称几十个，说的是一桩事情。啊，这个我们一般讲啊，法身，啊，法身它没有相。 啊，它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物质现象。啊，那么讲了很多名词啊，都是讲这个法身呐、啊。啊，这个这个没有没有形象的。啊，是深广无际的。啊，法尔随缘呐、啊，自自然然随缘。这随缘呢，是自自然然的。 是丝毫啊不勉强我们要随顺性德，要在这个地方啊学佛菩萨，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。随顺性德啊，因为这一切都自性所现的，华而随缘呐、啊。要在这个地方学佛菩萨，佛菩萨为什么那么自在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智慧？ 这个都是自信里面本有的，自信本来就有。啊，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，那么其中有一句讲啊：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啊，我们的自信啊，本来他就具足啊，与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德相啊，通通具足，再胜不增，再还不减，都有。 啊，这个都是自信里面本有的。啊，那么诸佛菩萨为什么得大自在？就是他懂得法尔随缘啊，知道这一切万事万法，通通是自信里面呐、啊、现出来的。那法尔如是，就是现出来就是这样。 啊，那么现出来是这样的，就懂得法尔随缘，就随这个缘，啊，不去攀岩，是随缘，啊，所以这个随缘的道理，我们要要深入的去明了。那么中国老祖宗呢，把法尔随缘呐、啊、四个字说成两个字孝顺，啊，法尔随缘就是孝顺。 啊，所以说孝啊，这这个当中啊，最重要要顺啊，要顺，所以一切都随顺啊，这个随顺就是随缘的意思了啊，随顺就是随缘。普贤菩萨呢讲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众生造作恶也随缘，恶随他去。 啊，你不要去拦他，为什么？你想帮助他呢？啊，观察人成不成熟，你要用善巧方便，方法不对，人家不接受、啊。业障重的凡夫，不但他执着，而且记恨。啊，你是帮助他，他反而恨你，你就跟人结恶缘了。啊，这个就错了。 啊，恶言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会有报应，冤冤相报没完没了。所以佛教导众生啊，决定要避免这个事情，啊，不能做错了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做不好的事情，啊，也想劝他。 啊，希望他能够改正过来，啊，但是这也要看情况了、啊，啊，就是这个机缘啊，成熟不成熟，我们这个时候跟他讲，他接不接受，另外还要善巧方便，啊，你要讲的他能听得进去，他听不进去啊，得到这反坏效果，啊，就是跟他结缘了。 那所以佛还有度不了的众生呢？啊，你看啊，提婆达多啦、六群比丘啦，不是在僧团里面闹事的嘛，找麻烦的、啊，那佛也帮帮不上啊，那只好啊，莫宾啊，随他去了。啊，如果能劝的，我们就劝他；啊，不能劝的。 就随他去了，啊，所以劝人啊，或者不劝啊，都要看情况，啊，这个看情况、看机缘，就叫随缘，啊，如果他这个因缘成熟了，那你、你、你、你不跟他讲，你不帮助他了，这个也叫不随缘呐，啊，他能接受了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讲？啊，这个不随缘。 啊，现在他不能接受，你跟他讲这个也不随缘，啊，所以不能接受就你就只好随他去，啊，就像我们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啊，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，啊，还有两个国王啊，这些公案啊，也就是随缘了、啊。 啊，你看呐、啊，光目你婆罗门女，她母亲就是不信三宝啊，见她她也不接受、不听啊，就是造恶业，那也没办法了，就就就不能去拦他了啊，你也拦不住啊，啊，你要去拦他呢，去给他阻止啊，恐怕他变本加厉啊，造的业就更重。 啊，的确是这样。啊，好像我们劝人不要吃肉，要吃素。啊，这个不劝还好，一劝呢、啊，他更反感。啊，他觉得你管我这么多干什么？啊，他也不相信因果报应。啊，可能呢、啊，你刺激他呢，他吃的更多。啊，原来吃四两，现在 变成吃半斤了，啊，那就得到反效果啊，啊所以要观察几眼、啊，啊，像这样的情况啊，就不能去劝了，啊，劝的不但没帮助啊，还增加他的业障啊，啊所以光目女婆罗门你也是劝母亲呐、啊，不能接受，那只好随顺他啦。 啊，所以他他就造恶业了，造业堕到地狱去了。啊，那么他佛给他指点啊，劝他念佛，为母亲发愿。啊，他发了大愿呐、啊，地不空誓不成佛，啊，才把他的母亲从地超度到刀里天。啊，那么这个是谁演？啊，这只佛菩萨呢，都表演给我们看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呢。 心里不要想的、啊，哎呀，恨不得这些众生马上都成佛了啊！那当然啊，我们都是希望一切众生赶快成佛。但是机缘没有到，你就不能勉强，要随缘、啊。他现在还执迷不悟，你造罪业就要让他去造了，你也阻止不了。啊，他罪业造多了，他堕恶道，必定受苦。到人间来还要受花报，还要受苦。 那、啊、等到他苦头吃尽了、啊，啊，觉得这个不好了，啊，要觉悟了，要想明白这个事情，解决这个问题，啊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帮助他了，啊，所以活菩萨很有耐心啊，等待众生，啊，所以活菩萨化验呢，不是一生一世的，啊，那么是不疲不厌的、啊。 啊，所以这个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、随喜功德啊，啊，我们平常就是念一念，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恒顺、怎么随喜，这个要学习。啊，这个就是关键就在这里，怎么恒顺？啊，都往往我们看到人家造恶业啊，这个怎么可以呢？啊，那看情况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恒顺众生啊。 里面的大学问就是观察机验。啊，随喜功德啊，这个善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那么恶的呢？他要造恶业，你阻止不了，那也要恒顺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去随喜他的啊，因为他那个不是功德啊啊。 那如果要说功德，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功德啊！啊，这个这个《楞严经》讲啊，善呃，顺逆皆方便啊！啊，菩萨也有示现啊，这种逆行的啊，来度这些啊刚强难化的众生啊，示现逆行。 啊，那当然，那也是功德啊。但是我们啊，不赞叹啊，不赞叹啊。但是一切啊，都随顺了啊。所以观察言成不成熟，如果这个言不成熟啊，言成熟还要用善巧方便啊，方法不对也不行啊。业障深重的凡夫啊，不但他执着，而且记恨。 啊，那这个就就就就不好，啊，所以看到众生啊，你迷得很重，不能把执着放下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那佛也随顺啊，随顺众生啊，啊，佛就教你啊，断恶修善了、啊，那。 那么、啊，希望你在六道里面呢、啊，你能断一切恶，放下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多少放一些，那你就不会多三恶道了。啊，不要了，尽干恶业，那就肯定多三恶道。啊，所以希望你来生呢、啊，还在人天两道。啊，这是佛帮助众生第一个阶段。啊，这个这个阶段呢、啊，我们现在称为人间佛教。 这个这个求人天福报的啊，那佛很慈悲啊，满众生的愿呐、啊。你要求人天福报，就教我们求人天福报的理论方法。那么善根深厚啊，能接受佛菩萨教诲啊，他想要了生死、出三界了啊。那么这个是真正开始觉悟了。那么佛就教他呢。 破迷开悟，啊，真正觉悟了，放下见思惑了，就处理六道了，升到四圣法界。那么根熟的众生呢、啊？所谓根熟，就是一闻千悟，依教奉行的，那就帮助他处理十法界啊。那么这类。 这根属众生出离十法界最容易的办法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这个这个最容易了啊，叫一行道。纵然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他也超越十法界啊，妙绝了啊！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呐，它的奇妙就在这里，它的特色奇妙就是在。 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，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土，那等于原生是土了啊,啊。同时，也也升到方便有一土、十八庄严土、长寂光净土啊，跟佛大菩萨有同样的神通道理，啊。那么，这次是一阿弥陀佛愿力啊。 加持。那么等到极乐世界啊，自己修到那个程度了，那就是自立的啊。现在大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啊，啊，这个是他力，阿弥陀佛加持力啊。所以出离十法界啊，最容易就是信念念佛，求生净土。 啊，所以纵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虚土的下下品，也超越十法界不但超越六道法界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这是净土的殊胜。啊，那么善财童子三餐参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。啊，那也给我们做出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啊，真的是出离十法界。 根熟众生也不是偶然的，啊，他能接受，他真能放下，真能依教奉行，啊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善根积得很厚，啊，这一生又遇到殊胜的缘，他就处理了，啊，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修，没有善根，啊，说是突然的，啊，也没有这回事。情 啊，这个因果啊，它是通三世。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决定在肯不肯放下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就是不再沾染。放最重要是心里没有。啊，事有没有不相干？啊，事相啊不相干。关键是在心。 啊，心上有的会产生障碍，你心里有挂碍，那就这个这个会产生障碍。那么世上有的不妨碍，那华严就是讲世事无碍啊，事业啊，譬如我有很多事业，有很多财产，啊，我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很多事业，很多财产，啊，很多员工，很多家属。 啊，那我净土的因缘成熟了，阿弥陀佛要来接引我。啊，如果我还想到我的事业还没有交代，我这个财产还没有处分好，那这个动这一个念头就完了。那阿弥陀就走了啊。那你还没有处理好，那那那你现在还不能，你不想跟我去啊？那等到你什么时候想来，我再再来接你了。 啊，那这一生又空过了，啊，所以这一动这一个念头就完了。那要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呢？什么样的心态呢？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通通放下了，啊，只要看到佛来了，啊，事业也不理了，财产也不理了，啊，没有处理给让别人去处理了，啊，通通交给别人了，若无其事。 有就跟没有一样，啊，所以就真正去了啊，往生到西方去了，啊，所以心上啊真的没有，啊，这样啊的念佛人呐、啊，这个人决定往生，因为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、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。 那事实上啊，我们本来也什么都没有啊，本来无一物嘛啊，这个这六祖不是讲嘛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现在好像有拥有我拥有什么，拥有什么，都是希望的分别执着啦。啊。虽然他今天拥有很多事业财富，但是他心上没有这些东西。 心上他只有阿弥陀佛啊，所以他没有一样不能随缘。我这个事业啊，万一他继承去了，如果他拿去做坏事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些钱他拿走了，他去干坏事怎么办呢？啊，做坏事也是好事啊，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。 啊，他业障习气很重，那、啊、干坏事，干坏事就斗地狱啊，应当斗地狱啊。啊，那么他多做一点坏事啊，赶快斗地狱。那那斗地狱啊，也是好事啊，在地狱里面消业障。啊，地狱里面不可能再造业了啊，那只有受罪。 啊，受罪就是消、啊、业障。啊，业障消尽了，啊，就会离开地狱啊。啊，离开地狱啊，过去呀、啊、种的那个善根，它就会恢复。啊，那么他这个时候闻到正法，依教奉行，他就得度。啊，所以不操这个心。 一定要相信活在经上讲的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呐、啊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啊，所以我们过去也是一样，啊，总是担心呐、啊，啊，那些不好的人呐、啊，那、啊、拿了这钱呢、啊，造罪业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担心呐、啊，我们挂碍啊。 啊，现在看到我们敬老和尚这样的开示啊，那我们应当就要放下了。啊，所谓啊，因果自负了。啊，个人的因果自己去负责。啊，他他要造罪就让他去造，你也劝不动他，越劝他造的越重，就随他去了。啊，等到他那个罪报啊受满了。 他就会回头了啊，所以也不是坏事了啊。从长远来看呢、啊，看呢、啊、也是好事啊。啊，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三五十三位善知识啊，有善有恶啊。叫你在这里修平等心、清净心，遇到这个情形啊，实在想不开。 记住一句话，《金刚经》的话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都是假的啦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啊，你马上要放下，千万不要再执着，你才能得大自在。啊，一定要想到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他造作一切罪业，他会回头的，总有一天他会回头。 我们不要操心啊，可以不闻不问啊。我们到极乐世界成就会非常快速啊。我们成就了，我们成佛了，可能他还在三恶道受罪啊。等他受完罪之后啊，过去我们跟他有缘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我的事业交给他，我的财富交给他。 有缘，佛度有缘人啊！那到那个时候啊，我去度他，他就能欢喜接受了啊，业障消除了，善根现前了啊，过去生中有善缘啊，法尔随缘啊，这个就是前面四德里面的随缘妙用。 啊，万法俱兴，法尔归性啊！啊，回归自性，忘尽凡言。那、啊、法尔随言的时候，妄起啊，妄不是真的，妄会灭的啊。有起一定有灭，有生一定有死，它是相对法，相对法就不是真的啊。到妄灭的时候，它就归性，又回归自性，回归真如啊，确实妙极了。 啊，我们能明白这个四句话的意思，心就定了，对一切人事物就放下了，再不分别执着。啊，无论遇到顺境逆境、善言恶言，你都欢欢喜喜得大自在。啊，你能看出一切芸芸众生的业因果报。啊，能不能帮助他呢？不能，为什么他不能接受？他还在迷，他有严重的执着。 啊，不能说他随他去，啊，照做一切不算，受尽苦头，他才会回头。啊，他要不是受点苦头，回不了头。啊，所以那些苦头对他是有帮助的，是有好处的。啊，无论他堕地狱也好，堕恶鬼也好，变畜生也好，都有好处。他不经历过这些，他回不了头，必须吃尽苦头，觉悟了。 这样才能慢慢醒悟过来。等到他醒悟过来了，活菩萨出现，引导他，帮助他，快速的成长，快速的回头，他就能修行正果。好，那么这个第三啊，这个我们还没讲完啊，这个下面经云呐、啊，我们下一堂课再去来学习啊。今天时间到了。 先学习到这一段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